为什么你一直去跟我在一起会贫穷？为什么你连问都没有问过我？也许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呢？但是我不愿意。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。 求你件事，看到那边那位女孩了吗？我今天想向她求婚，可是我没钱买钻戒。她最喜欢海豚了，能不能让她摸一下？算是我送给她的礼物。谢谢。 Ha ha ha!